由皇室御家影视集团有限公司、东阳欢娱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东阳新锐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袁姗姗、陈晓、郭晓东、蒋梦婕、张哲瀚领衔主演的都市寻梦大戏《云巅之上》今日曝光一组《霸王别姬》版剧照。剧照中，袁姗姗与陈晓反串出演经典剧目《霸王别姬》，马甲线女神袁姗姗演霸王，花脸上妆英气逼人，眼角眉梢尽是刚毅，陈晓版虞姬扮相绝美，仪态万千让人瞠目，神情幽怨恍若天人，台上二人对视时含情脉脉，眼神到位，将霸王与虞姬之间的相离之恨诠释得淋漓尽致。化妆间，袁姗姗坐在陈晓怀里为其画眉，举止亲昵，眉目传情，情侣甜蜜相表露无余。云巅之上以演员在娱乐圈真实生活为背景，讲述了心怀演艺梦的少女简溪在娱乐圈从摸爬滚打到实现梦想的艰难历程。剧中袁姗姗挑梁演绎女主角简溪，突破演技挑战戏中戏，与陈晓搭档演绎娱乐圈情侣，高冷男与草根女的感情戏份成该剧一大看点。云巅之上爆霸王别姬版剧照，袁姗姗陈晓反串云巅之上爆霸王别姬版剧照，袁姗姗陈晓反串云巅之上爆霸王别姬版剧照，袁姗姗陈晓反串。